众所周知，海洋中有很多的海洋动物，但是你们知道海洋动物也像人一样要定期的做体检吗？海豚妈妈怀宝宝的时候也需要做 B 超。白鲸的呼吸孔竟然长在头上，萌萌的企鹅竟然是个直肠子，大大的海象也可以拍 X 光片。本期的快乐体验来到了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看同学们如何化身海洋动物小医生，给各种各样的海洋动物进行体检。给可爱的连鳍海豚采血，小医生们能不能下得去手？小医生们又是如何做到让白鲸亲吻脸颊，与海象握手的呢？如何给企鹅化验排泄物？又该如何给海象称体重、检查口腔呢？一切精彩，敬请关注本期的快乐体验。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快乐体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月姐姐。现在呢，我是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那今天啊，我们将迎来六位海洋动物小医生，他们是来自上海浦东新区明珠临港小学的同学们。哇，海洋动物小医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赶快来认识一下他们吧。我们是企鹅队，我们的口号是企鹅企鹅，齐心协力，势在必得。耶，我们是海狮队，我们的口号是海狮海狮，雄心壮志。耶。就在两个月前啊，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呢迎来了一位新朋友，那就是连鳍小海豚。那海豚妈妈在怀小海豚的时候啊，也是需要做 B 超啊、采血等等这样的体检项目。那么对于同学们来说，考验就来了，海豚怎么做 B 超呢？海豚妈妈还要做一些什么项目的体检呢？同学们，咱们赶快去体验一下吧。我们身后的就是非常可爱的连鳍海豚，它们是不是很漂亮呢？那在我们身边的就是我们的海豚保育员牟博士，今天呢会全程帮助我们的小朋友解答各种疑问，而且会和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体验，对不对？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的比拼也马上就要开始了，待会儿呢我们会分成两队啊，要进行什么项目呢？那就是协助我们的保育员呢帮助海豚做 B 超，对，然后呢还有协助我们的保育员呢帮助海豚采血，听起来是不是很新鲜？没有接触过，对不对？那我们两队是分别进行的啊，然后呢具体操作规不规范是由我们的牟博士来判定，有没有自告奋勇的？自告奋勇。哦，那我们的这边吧，这边他们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叫海狮队。哦，那你们呢？他们叫企鹅队。那我们的海狮队呢，先来跟海豚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好不好？好，那我们赶快开始吧。好，我们准备一下。欢迎同学们来到第一关体检新体验的比拼中。在这一关中，两队要分别体验不同的体检项目。海狮队要体验的项目就是协助兽医为可爱的连鳍海豚做 B 超，而企鹅队要体验的项目需要协助兽医给连鳍海豚采血，之后对采集来的血液进行化验，看我们的连鳍海豚是否健康。最终由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生物研究所所长、临床兽医学博士牟凯来做评判，看哪队操作得更规范则为胜利。两队的同学们能否顺利完成任务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啦，现在我们已经离连鳍海豚特别特别近了，哇，只有一米的距离哦，好兴奋呢。那先请牟博士给我们讲讲这个给海豚做 B 超得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我们要了解，那 B 型超声它首先它会发出超声，那么海豚科的动物呢比我们人类接收这个声波信号要更宽广，所以它对这个 B 超要非常的敏感。在完成这个我们的医疗检查之前，实际上我们的保育员的同事已经在此前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训练的工作，所以他能够完成这个训练。我们兽医面对的患者不会说话，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比人类的医生做更多的检查，才能了解到我们动物发生了什么，来确定他们是不是健康。所以那个 B 超检查呢，就是这个体检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之一。那我们做 B 超的仪器是什么样子的呢？很简单的一台便携式 B 超仪。
我们的键盘上会有不同的操作。那么大家看到这个我们的屏幕呢，待会儿会出现一个扇形。那么在这个扇形里面嘛，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我们 B 超检查一个断层的结构，来判断里面我们发生了什么。利用这个 B 超来检查这个动物的时候呢，我们要首先要对动物的个解剖的位置特别的熟悉才行。你要知道你的探头下面这一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再根据图像我们才知道这个位置发生了什么。哦，那您先给我们示范一下吧，好不好？好。哇，好听话呀。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动物的肝脏，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屏幕上哎出现了很多的肝管血管，大家看到了吗？整个这个白色的边就是这个肝脏的这个边缘。我们来选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不好？好，来，你慢慢的接近它，哎，动作要轻轻的。然后我们拿到这个探头以后呢，首先我们把探头挨到它的皮肤上，可以看得到这块厚度是海豚的脂肪的厚度。我们再往后看一下，能看到海豚的肝脏，对不对？看到了吗？好，都试试，没关系哈。然后慢慢的我们接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是海豚的这个生殖器官，然后再往前，哎，我们整个找整个腹部，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海豚的肝脏，中间这是海豚的肝管。好，你看非常好哈。那个地方是很深的，听说有8米高，就感觉有一种害怕的恐惧感。我觉得它为什么有退缩？看到那么深的水，它并不害怕。其次呢，就是海豚可能会随时翻一个身溅出一大块水花，这两点都是比较让我有点害怕的。我队友的勇敢是值得我去学习的。毛博士，您觉得刚才这两位这个协助您做 B 超的小朋友非常好，同学们一点也没有紧张，而且完全配合这个设备的操作，对整个过程中观察也非常仔细。哎，毛博士对你评价不错呀，我们来看看另一队表现如何呢？好啦，我们的企鹅队也来到了我们的连体海豚的身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项目是要协助我们的牟博士呢给海豚采血啊。那您先帮我们讲讲采血的重要性吧。是我们的患者不会说话，所以我们要拿到更多的样本来评估他们是否健康。这其中呢，血液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样本，它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项目，让我们的这个动物医生了解到非常非常多动物的健康的一个信息。一会儿会有何医生我帮助大家做一个采血的项目。那么我们的企鹅队呢就拿到了这个我们的血液的不同颜色的采集管，一会儿你们协助何医生把采到的这个血液收集起来。何医生现在要做的呢，他刚才给海豚的尾鳍做了一下消毒，然后呢他拿出了这个针筒和针管做一次静脉的穿刺。对，穿刺到血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何医生开始轻轻地抽这个针筒，那么待会儿呢，何医生会拿到他采的血，回到你们这里来，把它打到这个采集桶里面。何医生现在把这个血液打到这个针筒里面啊，我们一般呢就是1到2毫升的这个血液就可以做血液细胞学的分析就足够了。那么何医生把这个管摇一下，是为了让这个血液不凝固。好，迅速第二个，刚才这位同学也问到了我们的这个血细胞沉降率的这个管理为什么会有一些液体呢？这个叫柠檬酸钠，是我们保证这个血液不凝固的抗凝剂。那么我一看到何医生打了这个管以后呢，它上面有个刻度，这个血细胞沉降率是要求有固定的血液体积的收集。第三个，何医生会把这个血打到这个血气的分析仪，那么这个里面我们最终会分析一下它里面的各种气体的含量。对，现在我们这个采血就完成了。现在我们同学们来到的就是我们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的生物研究所，咱们所在的这个房间呢是医学检验实验室，这位是周医生，动物的血液的样本都会送到这个房间里来。现在是一个开机完成的界面，然后我们先点这个下一样本，然后这里面输入这个动物的性别，我们的卡尔是一头雄性海豚，所以选择雄性。我们每一只海豚都有它的一个身份证号，然后是连鳍豚106。我们的分类，因为我们的卡尔是一只连鳍海豚，所以在鲸类里面我们选择连鳍海豚，这样我们就填充完毕，点击确定。我们把它的信息输入完毕之后呢，我们把血液样本晃一晃是为了什么呀？对，要混匀，确保我们抽进去的这个血液样本是一个均一的状态。对，你要来试一下吗？先晃一下，晃一晃，然后把这个盖子打开。哇，左手啊，慢慢的往上往上看，往上看，好，稳住。这只手按这个黑色的。
对，好，稳住，吸血了，哎，好，听到声音了吗？然后现在把它拿开就好了。啊，吸血的机器，对，已经上色了。哦 ，OK， 好。那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就可以了，等待结果，几十秒钟，很快就出来了。对，一般来说，如果它的指标超出它的正常范围的话，界面会显示红色；低于它的正常范围的话，会显示蓝色。黑色的话就说明我们的海豚是健康的，所有的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哇，太好了，我们的连鳍腿儿特别的健康。和海豚亲密接触之后啊，下一站呢，我们就要去冰山北极馆。那里有非常美丽的白鲸，白鲸可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微笑天使。它为什么有那么迷人的笑容呢？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和一个安全优美的生活环境。怎样拥有健康的体魄呢？没错，就是要给它们定期做身体检查。那么白鲸的身体检查是什么样的呢？和海豚的体检项目有什么区别呢？哇，刚才呢，我们的同学表现都非常的棒，我们的海狮队还有我们的企鹅队为你们点赞。那么究竟哪一个队略胜一筹呢？嗯，就是我们的海狮队，恭喜！哇，那接着呢，我们就要和美丽可爱的白鲸接触了。大家看，我们身后就是可爱的白鲸，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待会儿我们要比拼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二关，微笑使者。两队要分别比拼不同的内容，企鹅队需要给白鲸呼吸孔进行采样，还需要查看白鲸体表有无划伤，而海狮队需要给白鲸生活的水进行水质监测，还需要给白鲸做呼吸监测，也就是五分钟呼吸多少次，看呼吸系统是否正常工作，最终由牟博士来做评判，哪队操作得更规范。同学们加油，取得胜利吧！哎呀，我们的小朋友们，企鹅的同学们已经跃跃欲试了，看到白鲸非常的兴奋哈。那我们每个队呢是两项任务哈。对的。那他们企鹅队是什么任务呢？我们现在呢需要看一下白鲸的呼吸系统，首先要采集一下它呼吸系统的一些分泌物。其次呢，我们企鹅队的队员要来观察一下白鲸的体表有没有一些外伤啊。查一查表面上有没有划伤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呼吸孔的采样。对对对对，首先呢，我们会把这个采样瓶把它打开盖，然后呢，我们瓶体呢要紧紧地握住它，因为白鲸喷气的时候力量会非常大，能让它把这个瓶体吹飞，然后要对准它的呼吸孔，然后把这个分泌物样本收集到这个瓶里，然后拿回来就 OK 了。饲养员叔叔会给他一个指令，让他先喷一下。你从第二下再开始采集，向他周围擦一下。擦。可以迈上去，可以迈脚迈上去，没关系啊。好。好。来。哎。对，好，男同学上。哎，往前迈，往前走，对，哎。哎，好，很好，非常好。我给白鲸做检查的时候，和它有近距离接触。我觉得白鲸很聪明，很可爱。那现在呢，我们的白鲸呼吸孔的分泌物可以接受化验了。我们的医生已经把分泌物已经涂在我们的这个玻璃片上了，对，我们直接可以观测这个检查结果就行了。对，好，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整个我们的屏幕上呈现了几个上皮细胞。那么在它很用力喷气的时候呢，这个上皮细胞就会随着它的气到了我们取样的这个小杯子里，通过样本的处理呢，会让把它放到这个载玻片上。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正常的呢？如果我们在视野里面发现有大量的白细胞或者是寄生虫以及红细胞，包括一些不正常的微生物，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判断它的呼吸道可能存在感染啊、炎症啊。那么根据这些情况呢，我们会进一步再做其他的检查来确定它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白鲸五号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上皮应该是没有别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结果。所以它也是健康的。对，哇，太好了。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饲养员叔叔给我们做一个指令，让它做一个抓尾，我们可以看一看它的体表是什么样的。好，等于说这一步就叫检查它的体表有没有划伤。对，伤啊，或者一些增生啊之类的东西。那我们看白鲸的这个皮肤是不是特别的光滑，观察一下。对，好像有一点哦。对，好多划痕呢。对，我们可以看到它划痕。
白鲸互相之间打闹嬉戏，你撞我一下，我撞你一下，对，或者那个牙齿的痕迹，哎，对，这些都属于正常的情况，对，是这样的。哦，那第二项等于说我们这个检查体表划痕也完成了，对。哦，那您评价一下他们仨刚才的表现？嗯，非常勇敢，尤其这位小男生，我们刚才也是在第一次样本采集的时候吓了一跳，第二次就完全适应了，就因为白鲸体型比较大，鱼刺喷气的量非常大。嗯，而且两位同学配合的也挺好，非常好。好，那我们就看看另一队他们的两个体检项目能表现得怎么样呢？哎呀，海狮队的同学也来了哈，他们做这个两项体检任务之前，哇，对，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握一下我们白鲸生活的这个水环境是不是 OK？ 嗯，来，有请我们的水质检测工程师。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瓶盖拧开以后，我们要把这个瓶放到这个水里面，先润洗几遍，这是一遍，哎，两遍，要让我们的待检测的样本呢，充分的这个均匀的在我们这个瓶壁，不会干扰我们未来检测，哦、哎。泡入水中一定深度，拿起来。对，瓶盖拧上就 OK 了。哦、好，大家学会了没有？那接下来我们谁来试一下？谁来？好，好，好。啊，来，第一遍润洗一下。润洗，润洗，润洗。好，再来一遍。好。好。啊，再洗一次。同学非常的努力。水其实蛮深的。我大概这一条胳膊下去还得到肩膀这里，大概才能把这个瓶子伸到水里面，如果一不小心脚上一滑就掉下去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真正的采样，真正的采样。好了，好，我们成功的完成了这次采样。好，好，交给我们的博士。好，那现在我们的水质样本已经准备开始检测哈、啊。这位是我们的赵老师，赵老师，我们的水质检测是为了检测什么呢？主要是想测一下这个水里的一些个理化指标，硝酸盐会跟我们的试剂发生一个反应，直观的来讲是显色。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样本，然后再放到这个机器里，然后就读出一个准确的数值。哦，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水质到底合不合格。对，是这样。它加进去之后，这有一个摇晃的过程，要震荡一分钟。哦，对，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点这个颜色的变化了。左手呢，这样，对，哦，哇，时间到了。对，时间到了之后呢，然后我们把这个试剂放在这里，然后静置五分钟。好，五分钟过去了。它要是比色的话，是要先用一个空白的水样校准。哦，得跟它比。对，跟空白的水样比。它现在是在把比色皿外面的痕迹啊、指纹啊、水渍啊擦干净。然后，因为它要读的是一个透光度。哦。对，里面是有光线的。这个结果，哇，3.9是什么意思？3.9就是在我们的标准范围内，是表示这个水样是合格的。哇，水质合格。我们接下来是要观察白鲸的呼吸数，有一个五分钟的时间段，看这个动物的呼吸数是多少。呼吸数呢，也反映了我们这个呼吸系统是不是在正常的工作。这个难度呢，就在于我们的动物有的时候是在水面上，有的时候它会潜到下面。对，你们一定要观察的仔细。那我们第一步任务就是三个人要选定一条哈。对。你们想选哪一条啊？这条。哎呦，都已经自己看好了。对。是这条是吧？对，那我们做好准备了没有啊？准备好了吗？盯住我啊。好。那咱们计时开始。开始。嗯。要看到它浮出水面，打开呼吸孔，有一次准确的换气。换了，换了，换了，啊，换了。对，这算一次，对不对？这样，不见了。好嘞，就在这里。对，回来了，回来了。好，二条。四了。哎，两次，下次，三次，三次啊！哦，四次，或者几次，挺多的。哦，5次。啊，5次，对。哇，速度好快啊！哎呦，还有一个就是平常还有干扰因素，对，就是可能其他的一叫，我一看别处，哎呦，这可能错过了。对，以及环境变了，周边出了什么状况，它比较紧张的时候，呼吸也会变快。7次，5到12次都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内。8次，对，9次，是，
好，我们时间到。好，几次？九次啊，非常好啊。对的吗？非常准确。对。哦，您觉得他们表现怎么样？这我觉得小朋友完成的非常好，能给自己鼓鼓掌啊。鼓掌。那您觉得这个海狮队更好一点，还是企鹅队更好一点？在我心目当中是非常棒，我觉得你们将来都非常有希望成为特别优秀的动物医生啊。真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快乐体验。我们现在呢仍然是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南极企鹅馆。企鹅宝宝的体检项目啊，估计会让同学望而却步。那么这体检项目是什么呢？会让同学们如此害怕呢？我们赶快去看看吧。在第三关有味道的体验中，两队分别派出两人进行比拼。海狮队的任务是给企鹅的家铺冰，企鹅队需要给可爱的企鹅收集便便。企鹅队的任务如此艰巨，他们能否完成挑战呢？这一关中哪一队会更胜一筹？魔博士又会更青睐哪一队的表现呢？企鹅队成败在此一举，可要加油啊。好了，我们海狮队的两名小队员啊已经准备就绪了。他们的任务呢是要给企鹅铺冰。两位同学的铲子已经准备好了哈。我们是要怎么给企鹅铺冰呢？首先呢，南极是一个很寒冷的环境，那我们的企鹅整个展厅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只要是陆地的部位我们都铺上了厚厚的冰。首先呢，它的作用是能让这个地面更柔软，企鹅踩上去以后啊更舒服，也对它的脚的健康更有利。那么第二，也是有利于我们的驯养员呢更简单的、更方便的来保障里面的卫生清洁。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呢是把我们已经制好的非常干净的这个冰铺在我们需要铺的这个区域上。哦，那我们请我们的驯养员姐姐先给我们示范一下，好不好？好不好？就是这个冰先踩到这个箱子里面。自己能搬得动就可以，然后这样，这边看到哪边它不是有一个冰嘛，然后就撒在这一片，这样抖，把它撒进去。保持这个冰层的厚度，明白了没有？明白了吧 ？OK。好，看看他们表现的，哎呦！所以说我们小男生的力量还是很足的。对，力量型的选手哈。我一铲子下去，铲大概这么多，然后他一铲子下去，他铲这么多，所以说他的力气还是比我要大很多的。比如说企鹅在游的时候啊，我们同学也要观察它，然后看它健不健康。我们的驯养员呢会在日常的观察过程中有一个记录，那么包括有每天下水多长时间呀，动物排便的是什么情况啊，呼吸是什么情况等等，这来观察。哎，我们两名男同学我觉得还可以哦。非常棒。继续加油加油加油。看看哪里比较薄，我们就把它铺到哪。对，不要让小企鹅踩到地面。对，让它们所有的这个地面都有冰，均匀的撒到旁边，撒得均匀一些，就是铺冰就完成了。那我们企鹅他们的体检一般是多长时间做一次？我们呢，在企鹅的这个保育环节呢，最关注的还是整个的环境。那我们的环境监测的工程师呢会每周三次进来监测他们的空气质量啊，然后每周两次来监测水质质量。近距离的一些地方呢就是直接用铲子铲起来铺到旁边就可以了。哦，而且您看这个孩子们好像还不错啊。很不错，这块已经基本没有落地了，非常棒。两个小伙子就有体力又有速度。我们来看看另一支队伍啊，他们叫做企鹅队。对对对。回到老家之后，对对对，他们能不能顺利的完成任务呢？一起来期待吧。好啦，企鹅队的两名同学也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老家，你们冷不冷呀？冷。啊，企鹅应该不会觉得冷。他们队的任务呢是采集企鹅的粪便。那有请我们的毛博士先给我们讲讲什么样的粪便是企鹅的粪便。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这些哦，就是企鹅的粪便。那我们为什么要采集粪便呢？如果我们怀疑哪一个动物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把这个样本采回去，所有的这个同事们会对它进行分析，以及我们如果要做一些核酸方面的检查，譬如说有一些动物我们不确定它是雌性还是雄性啊，我们可以对它在核酸方面的确定。首先呢，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医疗箱，打开以后你看我们也准备好了流量的笔，那么我们一会儿取好了以后呢，我们就会把它放在这里面，这是我们采集粪便的一个小铲子。你来拿一个。嗯，好，你来拿一个，每人一个取样杯。哇哦，这就出发了。慢慢的接近企鹅。我们看到前方有一条企鹅们造成的便路。我们可以看到连企鹅的粪便
和冰一起，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我们的取样杯里面去，拧上盖子，就算完成了这次的任务。好，那你们来选一个你们要取的。哎，我这里有一坨，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好好，那这名同学取了，你就找一个另一坨你中意的便便。他们一般什么时候排便？蛇我们在白天喂食以后，全天都在排便。我们都讲这个鸟类是直肠子嘛。哦，是吗？对，我们的这个鸟类在进食以后，食物通过消化道的时间比较快。那么稍后呢，回到这个实验室，我们的实验室的医生啊，会给大家分析一下，看看这个样本有没有问题。首先，在这么寒冷的这个环境下，大家都能把手伸出来，这已经很棒了。对，而且我们采集的这个样本的量以及采集的方法还都是比较正确的。我不认为给企鹅产排泄物是很困难的事情，企鹅的排泄物什么也不会太让人觉得难以接受。我的队友就比我勇敢很多，我这一点我就要向他学习。好啦，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化验企鹅便便的实验室，对不对？对，是我们的病理实验室。对。哦。那么任医生会调节这个视野，我们来观察一下整个这个片下面都有什么。因为企鹅吃的都是鱼，经过消化以后，可能有少量的非常细的纤维丝，就通过粪便排出来。那么剩下的看到的颗粒呢，都是食物的残渣。如果有特别大的油脂啊，或者比如说有寄生虫啊，或者有不正常的微生物，这种的情况下，我们要对整个的健康情况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少量的食物残渣以及肌纤维，这是正常的粪便的状态。啊，太好了！好，企鹅宝宝是健康的。好。马上就是今天的最后一关啦，我们将要来到海象剧场。海象剧场里面啊，不仅有蓝蓝的海象，还有聪明可爱的海狮哦。那海象可是挺懒的，不爱做运动啊。那不爱做运动怎么能够身体健康呢？所以我们要帮助海象多做运动，并且帮他们身体检查。那海象海狮的体检项目一样吗？有什么区别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啊，可爱，你们好。好棒啊！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海象剧场，我们身后就是非常可爱的海象，还有这是两种海狮，对吧？对的，咱们中间可以看到的是南美海狮，最右边的这种是加州海狮。哦，太棒了！是这样的，我们会帮助他们做体检，给海狮测量口腔温度，对，然后给海象呢量体长、量体重，给海象也要测一下口腔温度，拍 X 光片。那每队是三项任务，那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不是要给海狮测一下口腔温度？对对对。那哪队先来呢？我们举手。他们非常积极，那就让海狮队先来吧。在最后一关，大家一起动起来中，海狮队需要给海狮做热成像检查口腔温度，还需要给海象量体长、称体重，看看他们究竟有多高有多重。企鹅队需要给海象做 X 光片测肛温，热成像仪检查口腔是否有炎症，是否健康，还是由我们的牟博士来评判哪队操作更规范。最后一关比拼内容多多，难度升级，同学们加油一搏吧。这个是我们大鹏医生刚才给我们拿过来的热成像仪。首先呢，我们要把后面的这个盖子打开，利用这台机器我们来先看一下，来检查一下海狮的口腔温度。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到这个热成像里面没有。对了啦。哎，最高温度36.7。对。我们拍下来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大的温度是37.1度，就是红色的部位。最小的温度是32.9度。你们谁想试一试啊？好，把这个手戴上以后，我们给让它来张口，拍。good 了。好。可以。嘿，好，你来读一下。最大是35.7，最小呢？最小是21.6。对，非常好。哦，还不错哦。在靠近它的时候，有点害怕的感觉，不敢靠近。动物不会说话，不会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我们呢要多做一些步骤，知道动物的身体哪里出了问题。就是我们那个热成像仪来测一下它的口腔温。所以它这个温度是属于正常吗？对，正常的。哦。海狮既然体温正常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让它回去休息了。对，是不是？让它休息一下。那我们跟它再见，好不好？再见。走了，走了。走喽。哇，好的，那我们海狮队给海狮测量口腔温度的第一项任务就算完成了。对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给海象量体长和量体重。先来量一下体长怎么样？好，谁来？需要两位同学。哦，两位同学。对，需要两位同学。好好好。好，那我们牟博士好像已经准备好了。我们首先要让菲儿。
趴下或者躺下。对，好舒服的样子。好舒服。今天要两个长度，一个是稳端到尾根的长度，一个是稳端到尾鳍尖的长度。一定要慢慢的，哎，要让这个飞饵不紧张的情况下，你要看看它稳端是在哪个位置，哎，放到这里来。另一位同学跟我走，哎，拿着这个尺子，走。第一呢，我们要到它的尾巴。哎，来，我们同学来读一下数好不好？2.74米。哦，2.74米。好，我们再看到尾尖的这个位置。到尾尖呢是多少？尾尖的3.15米。对，非常好。好，3.15米。这是我们的体长。所以这两名同学完成的还不错哦。对，我感觉队友的话，他也是没有害怕的，他会尽力的给那些动物体检。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是专门给海兽测体重的。对。哦，接下来呢，我们三位同学有两位同学一定要观察好，确保菲尔所有的胸鳍啊、尾鳍啊都在秤上。它如果有部分在地上，这个数量就不准了，对不对？那么另一位同学呢，我们来观察一下读数，好不好？明白了，有请菲尔上秤。好，哇，上去的情况了有没有？你都上去了吗？上去要跟他报一下。我们来读一下多少？554.5。我们这个秤的话，它一直在变，但是可能。有几公斤的误差，对于500-600公斤的动物来说，可以忽略不计。没错。那这些项目大概多长时间进行？您像我们测体长，大约3个月测一次；体重我们每周都在测。我们这个三位同学表现得怎么样？非常棒。嗯，分工非常明确。那接下来我们还有3个体检项目，我们看一看另一队的表现，好不好？好的呀。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个企鹅队要进行的项目，第一项就是要拍 X 光片。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做准备了哈。那这个 X 光片是要拍它的哪个部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象是不是有两个长长的牙齿，对吧？没错。对，海象呢，这个牙髓炎是影响海象健康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要通过 X 光来检查一下它的牙齿。那我们同学们需要做什么呢？同学们站在我身后，和我一起来跟这个同事一起操作一下这个设备，以及观察一下这个 X 光片。好，那我们开始吧，好不好？来，哎，有了，来了。我们这张照片呢，刚才角度也不是特别的 OK， 所以整个獠牙的部分没有拍全，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图片可以看到一些骨骼的结构、哦、对，但平时的我们对于这个牙齿的 X 光的检查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明白了、嗯、所以说同学呢还算可以吧。对刚才对是不是非常好。好、嗯、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项目是什么？对，我们来测一下它的肛温。好嘞。好好，现在我们第二个项目给海象测肛温马上就要开始了。对，这个就是测肛温的仪器吗？对，这是我们测肛温的体温计。嗯，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它有一个软软的导线感应器就在最前端，所以我们在使用之前呢，我们要用酒精棉球把它消一下毒、啊、哎，反复的这样擦一下、嗯、好，我们来选一位同学来做助手，来，我们来一起试一下啊。来，你来拿着这个体温计、嗯、好 good 对呀。好，等哦，我们看到毒素的变化了，开始啊。对，我们需要安静的等待一会儿。对，好，最后等到毒素稳定。我们最后毒素稳定的时候，右上角会有一个标志。哦。好，给你标志了。毒素是多少？对，36.8。好、哦，我们把它退出来，最终。退出来还要清洁一下。把它消一下毒。对，刚才的体温是多少？你再回顾一下。36.8。嗯，36.8对于他来说算是很正常的，36.5到37度之前都是非常稳定的体温。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再用我们的热成像仪来检查一下他口腔。哦，好的。口腔的这个卫生呢，对海象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我们给海狮检查的是它的口腔温度。温度，对。现在我们用热成像仪来观察一下它的口腔里面有没有发红、发炎、肿胀的地方。如果温度比其他周围的组织高，就说明有可能有炎症。明白了。张嘴，再张大一点。好，拍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口腔里有没有异常的温度呀？34.8是最高的，对不对？嗯。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那如果是这个温度高于我们刚才测的肛温，比它高出很多，那是有可能有发炎了。所以这两个数据是要综合来看的。综合看一下，而且我们在检查口腔的时候，还是要让饲养员同事打开他的嘴，我们来用肉眼来再多观察一下。哦。对。OK。哦。
那您觉得刚才这几位同学表现得怎么样？都非常棒啊，都非常棒啊。那具体谁最棒呢？哪一队最棒呢？我们稍后再揭晓，好吧？好。啊，今天的快乐体验，同学们开不开心？开心。那就好了。今天呢，我们不仅体验了这个海洋动物小医生的这个职业，也感受到了成为海洋动物小医生真的是不容易呀。那么今天究竟哪一支队伍略胜一筹呢？就是我们的海狮队，恭喜你们！三名可爱的小男孩，那么你们会获得我们快乐体验体验之星的小金牌，送给你们，小金牌。那我们的这边企鹅队的小同学表现也非常棒，你们会获得我们快乐体验体验之星的小银牌。来，那同学们在我们快乐体验里啊，收获的是成长。当然以后我们一定要爱护我们的海洋生物，而且我们也要向守护海洋生物的海洋动物医生致敬，你们真的是太棒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体验的全部内容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再见。